这台是我们刚坐的船，要先去租车行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租车。 担心他妈妈，没有。我现在在医院，就是乔妈手受伤了，要先处理一下挂急诊。急诊就是很可以很，急诊就是可以很快的就看到医生，就是急诊，可是要付比较多的报告，比较多的钱。 妈开刀，为什么要开刀？因为他粉碎性骨折。好吗？嗯。他很碎性骨折是什么？他很手很痛，夹太大力了。 妈妈，乔妈，嗯，那乔妈现在手在开刀。还有那个，我们要等哪里有一个电话，然后还要等谁打？还有好心阿伯啊。为什么好心阿伯？对。我们要一起去。去玩，可是妈妈现在受伤。 没办法了，你会不会紧张？什么？你会不会害怕？妈妈出院了，看到她的莲花指。那女儿很乖哦。对啊，阿强很乖，都没有吵。好了，我们刚好旁边就有一个。 那个小卷小馆面线啊，就是西河堂，就是刚 Google 的，因为我朋友他们已经开车去玩，那我们就先去西河堂那边吃个小馆面线，再来慢慢的游澎湖吧。小馆面线就在这里啊，刚好在医院的旁边，澎湖医院的旁边。 这就是人生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这间小卷面店。爸爸妈妈，啊，就会正常，那就会正常这样。小馆面线的话，它小馆蛮多的。 我们已经坐车了，耶！ 摩西分海，千辛万苦啊！摩西分海啊，就在我们正后方。 干嘛比劲早？哎呦哎呦！嗨，芭比，然后我们现在要上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乔妈手受伤了，然后带巧巧没办法走太远，我们就先上去吧。
这里是哪里啊？崩溃。崩溃什么值得？崩溃值得。值得。不是涨潮啊。不是涨潮啊。他叫累累的，刚去玩水，累累。我们在这里看一下风景，这里很漂亮。